算了，我们就照一般玩家会做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我们先把黄色给那个。哎、欸，它没有掉下来哦、喔。我记得预告里面有一个那个很像针的东西会掉下来。不，就破了。箱子也太脆弱了吧！你也太脆弱了吧！那只是你两倍身高的距离，你就会摔死。你比箱子还脆弱。这小男孩怎么回事啊？都已经很小心了，还是摔死。这应该不会卡住吧？然后这个推下去，应该就有那个掉下来了。哎，没有哎、欸，是难度改过难度了吗？哦，还有，我觉得八成是第一个推下去以后，他就会那个了。这不至于会压爆吧 ？What？ 可恶！斗夜痛，忘记了啦。这个逻辑问题啊，少多做一件事，少做一件事都不行。好，晚安哦。这会压爆啊！不行，会压爆哎、欸！你真的太脆弱了，小男孩。上半身练得很好，下半身没有练呢。你只会练上半身哦。晚安哦。不是啊，我会啦，我知道怎么做啦，只是我一直没有完成我要做的事情而已。这我们小男孩一直摔死、欸，应该不会卡住我吧？烂烂箱子！哎、欸，哇，有 bug！ 不是吧？不能拉了！
搞屁哦！正常都可以拖拉，刚刚又不能拉了。哎，不要用 bug 来拉长游戏时间好不好？汤姆汤哎。 测试员一定测试得出来的东西啊！啊，为什么没有修直接拿去卖呢？但这个不能拉，我在要生气啊！<笑>然后回报都上层说哦，没事没事，都很正常。 该不会是这样子吧？这不是难度的问题啊，我觉得这很明显是 bug 啊！啊，这就明显可以拉。 然后接起来就不能拉，这个问题在前面，我记得第二关、第三关的箱子也遇到同样的问题，可能会吸住。哦，没有哎，我觉得是 bug。前面的箱子有一样的问题。 好，这个应该就往下掉了吧。 概念应该有点像，反正要把红色弄下来先。那早就回报了，就是爬墙的 bug， 还有，那爬墙就绝对是 bug 了吧？<笑>好的。然后我还不能下去，我下去玩了。 哎，上面那个掉下来的耶！快点！ 来不及，爆掉了！我觉得是游戏设计的问题。我们来验证是不是粘在一起的不行啦，粘在一起可以啦。 现在不行拉了，又可以了，哎、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<笑>有时候可以拉，有时候不能拉，太夸张了。有时候可以拉，有时候不行、欸，哎，好啦，那我们还是远一点吧。有时候可以，有时候不行，比方说这真的是 bug。 还是离它远一点，免得触发。 我们还要测试一下吗？算了，赌它这次正常好了。完了，多一个动作，可恶！这是怎样啦？哎，不行了，浪费时间。哎、欸，哦，没事，吓死我了，刚刚卡一下。哎、欸，哦。 他不让我拉，
烂死了，他不让我拉哎、欸！他刚拉的时候，他就变那个奇怪的动作，他不让我拉，搞什么啊？好，我们直接上去拉黄色。我是觉得这个。呵呵，我的错。哇，这如果可以刚好那个人可以插进去的话，可以省大概2步的时间。我们先把那个绿色放好，对不对？然后把那个紫色拉过来一点，再把黄色推下来。你刚刚是指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这样应该可以省很多时间，没错。可紫色这样子好像又被拉很远。不闹了，可以吗？差一步 差一步啦，可以了，我觉得可以，这绝对比刚刚好。可以了吧？这样还不行的话，就无话可说喽。太神了！好，突然觉得人物好大啊。太神了！是拉动了什么？心累，这可以推。等下看一下要干嘛？这要干嘛？对，我们的主角他真的穿的是首富的手术的那种衣服哎。拉那么近看的时候看得出来了，这样你会摔死，你太扯了吧？怎么会从这边开始？主角还蛮有趣，蛮好看的啊，在人设上面。今天有美心吗？为什么今天有美心？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请问安安呢？然后我这要干嘛？看不懂这要干嘛、欸？哦，我真的很怕爬这种东西，就感觉很恐怖啊。绳子可以拉。哦，那是用拉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去拉拉看吧。哎，对呀、啊，是要推过去把它顶住，是不是？
OK。我们就先玩完这里吧，玩完这一关就休息吧。现在几点了？我都没有看时间。11点，哎，11点其实也还好。我们从8点20分开始玩的，啊，8点40分，其实也玩2个小时。怎么？太暗了，看不到。哦，这个没有啦，应该不用玩那么久了。我想应该2个小时左右，2个半小时左右。可是我们刚刚卡那个人卡太久了。这推拉，这没问题吗？哇哇，有这种事？这边什么？这边一幅画，有这种事？有这种事？太扯了吧！这应该是用拉的，不是用推的。用推的也是可以啦，把那个推进去，我就不要那个。好可爱哦，这样扭动。来不及，里面有个电视，不太懂哎。这个让它掉下来以后，我要去哪里啊？不懂哎，是回去上面是有什么东西移动了吗？还是我们去看一下电视？把这个拉出来，应该就可以过去了，我猜的。对，可以过去了。哦，怕。What？ 不要看。他说不要看的意思，不要看。
包子安安哦。可恶！他这款游戏在那个什么杀死玩家都做的蛮细致的，咬死他或者是怎样？哎，这新的地方吗？哇，感觉还很多欸。哦，哇，哇塞，这怎样？这什么东西？我是要跳回去吗？好可怕哦，吓到人了。我应该是要跳回去。好，然后拉着。天哪！哇，他直接撞到墙上，直接变粉末了，可怜。哦，一个黑黑的相机，一部相机，也许它能帮助我看到黑暗中看不到的东西。利剑是相机，哦。新的操作啊，又有回忆了。帮他们拍照，然后拍完照了以后呢，萝莉变成一个小正太了。什么？萝莉变正太？什么？真太令人惊讶了！你这样浪费闪光灯。靠感觉走欸，这样没问题吧？完了，我这样不能用闪光灯。哇，这好难哦，看不到欸。欸，我没死欸，你最好是啦，这个距离摔不死。你刚刚那个高度，两个身体高的高度就可以把你摔死了，这个摔不死。啊？欸，啊，这样摔死了？为什么？